紫薇生活在一起，生命电视，触动，行动，真感动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爱护生命》卡通动画系列。伤心自杀的母海豚。海豚是一种本领超群、聪明伶俐的海洋哺乳动物，共有近62种，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大洋。海豚是智商最高的动物之一，有着看起来友善的形态和爱嬉闹性格的它们，在人类文化中一向非常受欢迎。海豚一直以来就是人类的朋友，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海豚救人的故事，因此他们又被人们称为见义勇为的海上救生员。妈妈，妈妈，您快点啊，您怎么游得这么慢啊？你不要游得太快啊，这片海域是有鲨鱼的，小心被鲨鱼抓到。我不害怕鲨鱼，鲨鱼捉不到我的，我游得比它快多了。哎呀，妈妈，鲨鱼来了。你不是不害怕鲨鱼吗？妈妈，别开玩笑了，我们快逃吧。这不是鲨鱼，这只是一条小船的影子，不信你看。哦，真的是一条小船的，刚刚吓死我了。哼，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吓我。孩子，你可别跑得太远了。妈妈，您别担心，不会的啦。哦，原来是人类啊。哇，海豚哦，好美的海豚呐。妈妈，妈妈，我看到了，这艘船上有一位年轻的小姐，她还夸我说我很漂亮的。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不信您也跟我一起到海面上看一看。好了好了，我相信的。那快一点啦，我们一起上去看看。那我们游上去吧。哇，两只白色海豚，好漂亮啊。这鱼就送给他们吃，好可爱哦。再见，漂亮的海豚，我要赶快回家，就不陪你们玩了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危险降临到了这位年轻小姐身上，一条大鲨鱼发现了这艘小渔船，并朝它发起了攻击。哈哈，好像是条小船，太好了，只要掀翻这艘小船，我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了。这是什么呢？怎么在我船边游来游去呢？啊，不好了，是鲨鱼！啊！鲨鱼掀翻了小渔船，
年轻的小姐一下子跌落到了海里。这时候，鲨鱼飞快地朝她逼近，准备发起进攻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眼看着年轻小姐就要葬身鱼腹时，突然，两只海豚从水中游了过来，挡在了鲨鱼面前。刚刚真危险，唉，鲨鱼，你不要去伤害那位小姐，赶快离开。算了，走吧。终于安全了。谢谢你们救我。再见，美丽的海豚，谢谢你们。我们为什么要救那个人啊？因为我们和人类是朋友。我们和人类是朋友。虽然海豚救人的事情屡屡发生，人们也把这些可爱的海豚当成朋友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渔民还是在抓海豚。怎么大家都游得这么快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喂，你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啊？怎么跑得这么匆忙？快走，你们不要去那边，那里有人在抓我们，快回头离开那里。啊，那边有人在抓我们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人类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朋友？什么朋友？我们已经有好多同伴被他们抓住了。是啊，我的朋友就被他们给抓走了，还有我的父母，前几年也是被他们给抓走的。不好，他们来了，快跑啊！千万不能让他们给抓住啊。妈妈，你不是说我们和人类是朋友吗？那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是一场误会吧。孩子，不好，有危险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。不，妈妈，我要告诉这些人类，我们是他们的朋友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抓我们的。孩子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啊。好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开始抓吧。好的，让我先把渔网撒下去。渔民捕捉海豚的方式非常古老，他们会用铁杆或鱼叉等金属器具放入水中敲打渔船，发出令海豚无法忍受的噪音，从而把它们驱赶到渔网中。在整个捕抓的过程中，海豚不仅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，而且还会被渔网缠住，导致窒息而亡。好吵的声音，我的头好痛，实在太痛了。孩子，回来，快回来，危险啊！救命啊，妈妈，救命啊，妈妈。孩子，不要害怕，妈妈来救你了。别害怕，孩子，妈妈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渔船开始收网了。孩
哇，我们今天的收获可真不少啊！哈哈哈哈，你看这只海豚可真大啊！是啊，这一网可以赚一大笔钱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次有一只白海豚，多漂亮！天哪，这可是稀有的白子海豚，它值好多钱的。快，快将它放进船舱里，别让它死了。我想水族馆一定会出大价钱购买它的。好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这只母海豚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强行带走，无能为力，只能伤心地独自鸣叫着。海豚每隔15到20分钟便会浮出水面换一下气，否则便会窒息而亡。而这只母海豚却再也没有浮出水面换气，它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而伤心地自杀了。祸起钓鱼。很多人都喜欢钓鱼，喜欢享受当鱼上钩时的快感和将鱼拉出水面的喜悦。然而这些垂钓者从来就没有想过鱼的感受。哈哈，有了，上钩了。林先生特别喜欢钓鱼，有些人认为垂钓乐趣胜过钓到鱼，但他钓鱼的目的不是享受乐趣，而是要钓到鱼的，所以林先生每次都钓很多鱼回家的。哟，小林，你又去钓鱼了吗？是啊，我今天大丰收哦。等一下，我拿几条鱼给你回去煮汤，味道一定很棒的。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杨妈妈，你看我今天又钓到不少鱼的。哎呀，小林啊，你怎么又钓了这么多鱼呀？杨妈妈，我钓鱼的技术越来越厉害了，每次都可以钓到很多鱼。杨妈妈，我选几条大的给你，让你回去煮汤。不用不用，小林啊，以后你别再钓鱼了。你想想，被钩子勾住嘴巴一定很痛的。杨妈妈，你想太多了，他们是鱼哎。鱼也会痛啊，鱼也是有生命的，你如此伤害他们，可是会遭到报应的。杨妈妈，您真是杞人忧天啊。唉，还遭报应呢，现在谁还信什么报应啊。然而过没多久，林先生在外出途中发生车祸。说也奇怪，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没有受伤，可是脸部的伤势却非常严重。他的鼻梁塌陷，舌根严重损伤，上颚的骨头也碎了，喉咙切开进行插管，嘴唇也裂开，真是惨不忍睹啊。鼻梁、上颚、舌头、嘴唇，林先生受伤的部位正好是鱼钩勾住鱼的部位。林先生对鱼的酷刑如今都反映到他自己的身上。林先生的遭遇并没有引起其他钓友的注意，他的钓友们组了一个钓鱼队，每逢假日，钓鱼队的成员们就会相约去钓鱼。然而这支钓鱼队的成员们在短短几年间便纷纷退出或相继去世。陈先生，钓鱼队里的壮汉，每天早晨都会锻炼身体，遇到假日就和大家一起去钓鱼。然而身强体壮的陈